方正包容力。我们陈毅少校的家人，国安会副秘书长、国防部邱部长、陈总长、各军司令，以及我们在地的大家长、我们的县长，还有我们在地的立委，我们各位国军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一起在这里陪伴陈毅少校走完最后一程。我要代表国人同胞向陈少校致上最深的感谢和敬意，感谢他守护国家、捍卫领空。飞行让飞官的肩上扛起重责大任，也让飞官面对风险与重重的挑战。但我们的空军从不却步，陈毅也是如此。因为向往飞行，他报考了空军官校，挺过辛苦的训练，一步步完成梦想，翱翔天际。他曾经对空军官校的弟兄姐妹说：“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，把自己做好，才有资格领导他人。”在他身上，我们看到了积极进取的态度，还有国军承担重任的精神。陈毅自身是小小的螺丝钉，事实上失去他是我们国军和国家极大的损失。我们的陈爸爸、陈妈妈也失去了一位孝顺的儿子。之前陈爸爸跟我说，他不后悔支持陈毅从军，更感谢空军基地对陈毅的照顾以及大家的协助。我谢谢陈爸爸，您的话对所有的国军官兵都是非常重要的鼓励。在这里，我除了要代表国人感谢陈爸爸对国军官兵的支持，也要请国防部务必代替陈毅照顾好他的家人。最后，我也要跟陈毅说，我们会继续努力捍卫这片天空。谢谢你，我们将永远以你为荣。你的任务结束了。